哎呀，你在看阿嬷，看妈咪，哦，累累啦，还要这样子，看这个。去哪一个湖散步啊？你有去过？你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有去过，是 Lake Elkhorn。我没有印象。他听不懂你讲什么印象。我们就跟他讲啊。2016年10月26号，24号。我们又来到 Lake Elkhorn。你要要不要爸爸背你？我们要到湖边来玩了。去看水鸭子，把脚劈开来，我再给它弄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有风有点强哦。是凉凉的，瑞亚。是不是？瑞亚，看那个绿头鸭。他把那个拉起来。搞不好是哦。是刚刚那一堆人。米娅要看妈咪。他在看虎啊，没关系。妈，你继续走啊！